好，在这一边呢，我们要找 wavelength lambda， 然后我们知道 lambda 等于 ax / d， 不过在做这一种题目之前呢，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它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一个呢是属于光的那一个 experiment 的 ，OK， 在这一边呢，这个是它的 source， 这个是它的 screen， 所以我的 source 呢。跟 screen 之间呢，这一个跟这个之间是我的 d， 然后我的这个 double slit 呢，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，然后它之间的这一个是 a， 然后我的这一个是它出现在荧幕这一边的，这个是它的荧幕那一边的，然后我们黑跟黑之间这样是一个蓝的。黑跟黑之间是一个蓝的，黑跟黑之间是蓝的，这样 ，OK。当然，除了黑跟黑之间是蓝的呢，其实你也可以白跟白之间也是它的蓝的，这样。这边这个是它蓝的，哎，不是讲错 ，X， 这些是 X， 黑跟黑之间是 X， 白跟白之间这个也是它的 X。OK， 然后我的 formula 是 lambda 等于 ax / d， OK， lambda 等于 ax / d， 所以在这一边这一题呢，它的 distance between the screen and the double slit 呢是这个，所以这个其实是我的 d， 然后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slit 是 0.30mm， 所以就是说我的这一个它的 double slit 这一个这一边是 0.3mm。这个是我的那个 A，OK，、okay, 这个是我的 A， 所以这个其实是这个 A， 然后过后呢，这个出来的东西其实是这一边，通过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这个是它的 X，OK，、okay, 它是在黑的，题目给我的是黑跟黑之间，所以我用黑跟黑之间来算。所以这一边黑跟黑之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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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跟黑之间。所以这边一个 x， 两个 x， 三个 x， 四个 x， 五个 x， 六个 x， 所以我六个 x 等于 27mm， 所以我的 x 等于 27mm 除6，所以我拿到的是 4.5mm。mm 换去 m 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的 m 去 mm 的时候我是乘1000，然后回来的时候我是除1000，所以我的这一个除一千向前走三个位，就 0.0045， 这一个 0.3mm 我也是向前走三个位，所以它就 0.0003m， so lambda 等于 ax / d， 所以它就 0.0003 乘 0.0045， a 是这一个，然后 x 是这一个，然后 d 是这一个 ，OK， 所以它是 0.0003 乘 0.0045 除3，计算机按一下是这个。如果你不要这样做的话，你可以把它用数学的方法，一乘 root of 减4，然后 4.5 乘 root of 减3，所以一乘 4.5 4.5 减4加减3减7 4.5， 然后这个它的答案是 in meter。